的不仅帮你顶上会，像今天的来宾，特别的感谢，祝贺我们美国方面和金马奖的二十周年，及香港五月二十五，还有我们庆祝美国国庆，祝大家身体健康。今天是美国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成立二十年乔迁之喜，来大家一二三，由美国华美经贸总商会举办的热烈庆祝美利坚合众国独立249周年及华美成立20周年的联欢晚会，现在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美国华美经贸总商会主席李登明先生致欢迎词，大家掌声欢迎。好，咱们的高场主席、高来宾、李市长、徐先生，大家下午好。好，好，好。现场来花场，现场来万的男生，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来庆祝美利坚合众国诞生240周年，我深感激动，支持全体的代表，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向前来参加盛世的过后老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愿，全体的问候。在德国相对较强支持下，关系是帮助为促进国内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特别在近年来2020年五七十加一起给海外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
社区就可以查查，还要讲就需就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实质桥梁作用，时代在进步，效率在发展，培养人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们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自身优势事实团结协作，同时强调媒体多方。看到呢，你们工作已经进步，并且发挥中前与重要的关系精神，这是再创出人生的新生代。将来，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幸福，万事如意。好，一春多心情，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好，干得好，干得好，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李德伟主席，他很努力的在这里做挽回的报告。说明说他有能力，有气节，更有动力。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侨民共同的进行华美总商会及美丽联合中国独立两党事务所，我们以再热烈掌声送给您的名字，好不好？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美国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副顾问郑思齐先生上台做发言词，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林德明主席，各位侨民，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好，本会成立20周年暨朝鲜致辞，在此致以热烈的祝贺。美国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成立以来，融入华人社区，支持社区的正能量活动，为祖国富强、社区繁荣、中美友好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衷心的祝愿美国华美国际总商会千桥幸致，气象更新，在林德明主席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壮大，红红火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在座各位侨民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更发达，万事如意。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246周年，所以大家欢聚一堂，共同来庆祝，所以今天的气氛非常热烈。在这里，我们说一句 Happy Life， 谢谢大家，谢谢。刚才呀、啊，我们那个自己桥里啊。我们的总顾问郑思齐先生，他每句话讲得实实在在。现在我们就请美东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李卓文先生上台说几句话，大家再次掌声欢迎。侨民，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剩下的五月，山青水黄，繁花似锦，在这热情似火的日子里，很高兴的将要美国华美国际贸易董事会成立20周年，以及美国建国246周年。今天是欢喜临门，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开心的是，那首先我们要代表我们的社区向林德明主席以及总商会的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祝贺。
商会成立20年来，林德明会长经营有道，在社区以及中美之间的商贸往来都做了大量的贡献。在这里，我衷心祝福华美总商会在各位总部办公室以及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会务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也借此机会祝尊天到会的各位来宾、各位乡亲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谢谢。我代表美国华美经贸总商会的秘书处向大家说实话。尊敬的各位侨民、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德明主席在百忙之中筹备的，为我们创立一个平台，为大家做出一个家庭集团。在这美好时刻，下雨晴时分，太阳无声总是发光，花开无声为你的香。生活最美不是风景，而是快乐心情。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同来庆祝美利坚和顺说独立240周年，同时也感谢大家抽出宝贵时间参加这个盛会。由于大家积极的参与，带来祝福，带来良好祝福，使今天的盛会感到更加庄重、引人深思。再者，我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海外乡亲表示竭力的问候，并送上美好的祝愿。24载的春天，春雨潺潺，偶然回首，只在弹指的一瞬间，回归这4年来，美国华美国际贸易总商会在努力中不断前行，在奋斗中不断发展，在改革中得以突破，不疲乏的24年不断成长，长期以来也连带广大兄弟姐妹大力支持和帮助，鞭策与鼓励，感谢有你，你们辛苦了。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东南西北走好运，春夏秋冬都平安。下午好，明天会更好，后天更加好，一天都比一天好。你们的身体比后面，我也希望我们的华美茁壮成长。谢谢各位。好，好。现在有哪一位我们民族侨胞的喜欢唱歌跳舞，上台可以点歌休息一下。谢谢各位，祝愿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She takes it all.